跑吧音乐特辑这不就来了，兄弟团继续千岛湖之行，周深的生日宴惊喜不断，歌曲改编大赛如火如荼进行中，笑点满满。在即将到来的第三期节目里，第一个看点就是周深过生日。白鹿生日快乐。你姐姐不会这么尴尬的就是我吧。我要炸，我一开始就该闭嘴，太尴尬了。说起来，这还是节目组特地在第二期节目里埋下的伏笔。原来在录制第二期节目时，白鹿刚过完自己的生日没多久，而周深的生日也快到了，于是节目组在给白鹿筹备补办生日时，打算一并给周深带来一个惊喜。有必要指出，节目组为了营造出一种惊喜效果，特意单独把周深喊到一个小房间里，让他埋头对付性格测试。另一面，节目组则找到剩余的几个人，单方面宣布了要给周深办生日的消息。这还没完，节目组还准备了两个蛋糕，除了白鹿的蛋糕，另一个蛋糕写了工作人员的名字，导致周深猜到节目组的意图之后，他兴高采烈地打开蛋糕盒，结果却发现蛋糕并不是自己的，当场尬到情绪崩溃。别说周深要在共同富裕篇里过生日已经上了热搜，想必这是周深最难忘的生日派对了，你期待吗？哪些人会比较吸引我？就是知识丰富的我也会很吸引我，然后思想敏捷的也会很吸引我呀。哎呀，都很吸引人啊，这都很吸引人啊。那大家一想到思想敏捷聪明人，第一会跳出迪哥，但是聪明那个人也会跟迪哥一样很吵的。好难，那这样吧，选迪哥吧。最后来说一个小遗憾，录完第四期之后，之后的节目周深将不再参与录制了。之所以会这样，主要是因为临近年关，而周深作为国内炙手可热的歌手，向来是国内各道电视台举办晚会节目所必然会邀请的宠儿，谁叫周深这么受欢迎呢？今晚8:20，一切精彩锁定浙江卫视。另外分享周深的又一个好消息，周深演唱的迪士尼动画电影100周年挚爱组曲将于11月28号上线。2023年，迪士尼将迎来公司成立100周年，迪士尼中国发起迪士尼动画电影嘉年华活动。本次嘉年华活动邀请了人气实力歌手周深，动情演绎迪士尼动画挚爱组曲，6段耳熟能详的动画主题曲，通过焕然一新的编曲和演唱，首度汇聚为一曲《奇遇乐章》。歌曲将于11月28号起登陆各大音乐平台，梦幻联动，小王子造型，期待。周深从出道之前唱的久语《Let It Go》，从自己家唱到百年挚爱组曲，谁不说一声励志呢？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周深唱过的儿歌大串烧，卡布带你穿越回童年。Thank you.
化发展的历史伴随着周深的神仙歌声徐徐展开。当童年中熟悉的 BGM 再次回荡在耳边，绝美的高音串联起儿时最美好的回忆，不得不说周深真的是太棒了，满满的回忆杀，嗓音多变，切换自如。叮叮叮叮叮叮，遇到了麻烦念断经。好了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那个祝我生日快乐，然后那个祝大家天天开心，然后我也觉得这首歌还挺妙的，这首歌叫小糊涂神，就有的时候怎么说呢，并不是一定要聪明才会最厉害，有的时候感觉糊糊涂涂也挺厉害哦。是他是他就是他，我们的朋友小哥哥，是他就是他，是他就是他，少年英雄，我要闹高，有时他很努力，有时他也贪玩，他的年纪跟我一样。